春风接过客，你需秋水揽星河。简洁是智慧的灵魂，冗长是肤浅的早逝。没有精神和灵魂，信仰只是谎言而已。还等什么？让我们一起去探索这个世界吧。气不是因为难过，而是为死亡发出回响。光明即正义，而正义就是真理。我与春风接过客，简洁是智慧的人。还等什么？让我们一起去。光明即正义，没有精神和灵魂，信仰只是谎言而已。我会在这里。来自于，我是法兰王国的主，你是勇者传说中。没关系，孩子。你好，若你真是开启者，请你一定要救我。我会在心中为你祈祷，希望你真的是我想找的开启者。这里面是国王陛下在谒见法兰王国礼仪第一条，谒见国王需腰部以上前倾时，剩下的2578条礼仪呀，还没开始编写，下次见了，孩子。
不是开启者，死者的戒指并未释放，难道真的无法解决地煞？很抱歉，请你在这里好好生活下去，一起抵抗侵犯的魔物吧。业界来的客人最为补偿，智者弟请别担心，而你的奖赏也会是他们其中的一只。银国王赏赐状可以到门口的侍卫兵，这个问题将由我的士兵团负责，你还是想想要如何在这里活下去吧。一进来的朋友，欢迎你的到来，这是国王的赏赐状吗？请收下这份礼物。有意思，这两个小家伙似乎我是爱露，在你的记忆，我说的有点多，让我来试试，你能将宠物驾驭到什么程度吗？身为一名异界人，这么快的这种天赋可不是人人都有，不过别以为这样先去找波洛米亚教授，选择一个适合你的职业，可以掌握更多技能，这样才能在法兰王国更好地生存下去。嗨，丽姐。波洛米亚，我为你的。自从国营二世坑道，这是一位未来可能成为丽姐。请选择你向往的职业吧。一起来的客人，很好。王国召唤师盖兹正在外面等你，有一个迫不及待的少年呢。年轻真好。我会在来自异界的客人啊，法兰王国的这里创造了许多不可思议。就在法兰城东南方的弓箭手工会，学会使用地图就不会迷路。你能否听到风雨的誓言？你能否听到来掌握更多的职业技能，为法兰王国做出贡献吗？你能否听到千年前弓箭手乱射就是把拥有弓箭手，现在准备好接受职业，那就开始吧。
你能否听懂？你的敏锐可以面对任何困难。那是聚集了大量冒险。加入冒险者工，最近法兰城外魔物。我刚才看到安布伦，应该在法兰城东门附近。米雪儿，你什么都看啊？看来法兰城又来了一位不错的朋友。不用不好意思，珍珠老师的试验材料也差不多够了，那就收下吧。我代表珍珠老师。
错，旅馆闹鬼了。听说最近圣士林法兰城外的魔物也在不断增多，许多外出的人都被袭击了。欢迎来到法兰城最后。其实旅馆最近都没生意，我已经请侦探调查此事。要说异常的地方，这些脚印总是打扫不干净，让我很烦恼。这里阴森森的，好冷啊，这是用来点亮壁炉的火石，麻烦你了。这事更加可疑了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哇哦！你是大名鼎鼎。作为侦探，必须要有严谨的思维。据我调查，旅馆下面是一座充满腐朽怨念的祠堂。来看看这个，这里曾用于祭拜为国家战死的士兵亡魂而建造。是的，他说过，旅馆闹的鬼就是无处安放。目前的调查就是这样。你现在选择离开还来得及。如果你愿意接受未知的挑战，那么请随我一起调查。希望你不会后悔你的选择。目前的结果只是冰山一角，我们继续往前调查吧。这些是亡灵骑士，他们的或许这些亡灵骑这种魔力将他们唤醒，并变得疯狂。旅馆闹鬼事件可能因此而来。
荣耀，干什么？可怜的士兵们。对了，深渊亡灵骑士。哦，这位新来想要成为开骑者，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这件亡灵骑士留下的诅咒，传说这是当年阿尔。没想到，作为法兰王国的名侦探，我一定会继续调查下。你还真的？啊，开骑者吗？这可是意外的收获啊！你们平安回来，我就放心了。好吧，好吧，我承认，我之前好像听说过关于祠堂的事。不过，你能不能别把这件事告诉别人？没想到你这么……别紧张，作为奖励，这套衣服可以让你更好地融入法兰王国。
如今法兰城周围的村庄接连发生失踪事件，不如试着增加攻击度，然后拿上这些材料前往圣拉卢卡村询问对应的锻造师吧。材料是想学习打造武器吧？难得难得，又来了一位免费苦力，让我们先从学习生活技能开始吧。
再加上这件衣服和护身符，你就可以开启冒险旅程了。学会打造装备后，现在去验证一下前往法兰城竞技场。在这之前，希望你学习一下职业技能，这会对你的训练很有帮助的。艾洛，好久不见。你最近我们正准备去看。对，珍中这家伙总能找到一些好东西，准备好了我们就出发吧。这里是，请给我们安排。我已经预备，欢迎接受挑战。能够完成初级挑战，
才是合格的冒险者。这里是属于强者的地方，没有自信的人不要随便靠近。恭喜各位完成百人。好了，现在返回冒险者工会见安布伦吧。